ひりちゃんの真似。うんうんうん、好吃真好吃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。好的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菜时间。今天做个简单的吧，番茄鸡蛋刀削面。好，现在开始弄。四个番茄，24人民币。我的天哪，我快疯了都快。起锅，来油，先把鸡蛋炒了。炒鸡蛋稍微点一点水啊，这样的话鸡蛋的话会嫩一点，因为我不会控制不了火候，所以我炒鸡蛋稍微放一点水，特别是这种叫怎么说需要嫩鸡蛋的情况下，一定要稍微点点水是最好的，我个人感觉啊。有可能是问我不粘锅，你这锅不粘锅在哪买的，什么牌子，能不能搞点回来。我个人觉得所有的不粘锅只要用时间长都会粘，你们也会发现我几乎是半年换一次锅，再好的不粘锅你用时间长都会粘，所以还是要勤换锅吧。好了，起锅重新烧油，放姜蒜，然后把番茄回锅里。我自己做的小酥肉切一切，一会儿放锅里。好，万事俱备。好了，做好了，简简单单的一个面。我不吃那个，我不吃香菜，特意为我老婆准备的上次。能这样的令胖皮皮来操纵？間違った。なんでやね。食べていて。あ、いい匂いする。パクチー。ジュちゃん入れやんの？入れ、待って。え、入れやんの？私のためだけに。うん。パクチーしてくれたん？うん。座って。それかこれ座る？うん。这面好筋。ええ。好吃不好吃？いいけどパクチー。パクチーね。香菜やったっけ？香菜。香菜パクチー？うん。え、チンジャオはチンゲン菜？青菜。青菜。まあチンゲン菜やろ？ほぼ。うん。うん。うん。すべて。好吃。ほうれん草とかも。うん。うん。おいしいのピピ。キリちゃんの真似。うんうんうん。好吃真好吃。有很多人就问我，说啊，你是个上门女婿啊，怎么怎么地了？咱们就今天聊一聊这个上门女婿这个事儿啊。关于上门女婿，你们是怎么定义的呢？如果是入了我老婆家的族谱，那我算上门女婿入赘。然后又有人说，那你买房子买了车，如果是你老婆的名字的话，那也是入赘。首先声明点啊，我现在就是贷款贷着这个银行房子之前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我老婆奶奶的房产，她是往外租的，正好是没人住，我们先暂住一下。前段时间相中了一套房子，二手的，虽然说是啊，我们把它买了。然后那个房产呢，咱们国内是怎么弄的我这个不太清楚啊，是房产证怎么办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在日本，不能说在日本吧，我们家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情况是用我的名义贷款了，所以房产证上就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后来因为我的钱不够，我们个人，因为我跟我老婆共同财产，但是银行认定的是我个人的私人财产。我跟我老婆虽然说是两口子，但是我老婆要把她的钱给我，让我去付这个房贷的话是不行的，不能超过103万。如果超过103万，也要收赠与税，所以房贷是我一个人在扛着。房产证写的我的名字。后来买家电。买电器用我的名字去买电器，就是写那个发票，然后付款的时候是我老婆付款的话，也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赠与税的，就是我老婆把的钱给我了，这样也是不行的。所以前两天我去买家电，当时没在意，用我的名义就开了发票，结果发现不行。所以我今天上午跑了一大圈，
然后又去了趟那个买电梯的地方，把发票名字改了一下，所以很麻烦。最让人想不通的就是两口子之间也会发生赠与税，所以我觉得很扯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喜欢视频点关注，现在点赞评论转发收藏。对，结束之前教大家一个日文香菜，香菜用日文怎么说？香菜パクチー、パクチー、パクチー好吃。好了，拜拜，パパ。バイバイ。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シェアお願いします。